大家好，我是 Eddie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前不久啊，我的母亲她给我发了一段视频，主要是她可能在这个最近期间她的一些演出的一个视频合集，然后她给我提出了一个要求，让我把她在这个合集里面的一些片段呢，给她剪辑出来。然后我就在网上去找了一些这样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，基本上。如果用传统的这个视频的编辑器的话，可能都避免不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把它分割完以后，然后重新渲染这么一个过程。我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得太复杂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些简单的办法。无意当中呢，我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软件，叫做 Vuesoft Video Speeder，就这个东西。通过我多方面了解以后，这个软件它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做这个视频分割的，基本上它是不是要重新渲染你的视频，它直接会从你的某一个节点开始到某一个节点结束以后，直接把这个视频文件给你分拆出来了。那好，我们这期视频就来讲这个软件怎么来使用。那我们首先打开一段视频，这个是我在网上下的一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呢有。十干一分嘛钟，呀？半天听神，在这听神，十一分好不钟哈。好？各位老师，那那我现就是在，今天来这里。金老师说的对了，好，我的评审是。我们先停一下。这段视频的话，我可能只需要截取这个，从3分开始到4分多钟结束的这一段片段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把这个软件打开。我现在呢是从网上已经下载过这个软件了。当然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官方去下载，当然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去购买付费的。现在呢网上已经也出来了一些破解版和绿色版，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直接去搜索下载无需付费，并且已经也都汉化过了。那我下载完以后呢，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版本，绿色版本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它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软件界面，我把这个都关掉。然后呢，我在这里打开我的这个视频的原文件，我找到这个视频，好，这个时候它已经识别这个视频了。我干刚才嘛呀？说半了，天听神，在这听我神，先把它好先吧？关掉。我希望的这个截的这一部分是陈道明他在说话的这几段，也就是大概是从三分多，3分02秒开始吧，大概是。我当然这个地方我也可以这一些边钱播放。你小伙都没了，那个群体性节目就是群体性。一边播放，我可以从这个地方选择开始。我再往前推一点，可以能通过鼠标来滑。点这个地方就是选择这个地方开始，然后呢，一直拖到你的这个结束的位置。你们有几个人去看过中国的社会？你到过哪儿看过？我告诉你，你什么时候去的？都哪几个地方？你们看过多少股？你们看过吗？你们做过功课吗？你们就根据这一个股就否定了中国股文化？好，4分30秒，然后3分起步。4分30秒，就这一段啊，我只需要这一段就行了，1分半的这个时间，然后我再直接点这个立即分割。这里面它就告诉我要导出的格式了。好，我直接选择一下这个合集，我重新命一个名，比如说我这是陈道明，我就选择他这一个他讲话这一段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也就2、3秒钟时间，它就已经把这段视频给分割出来了。
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分割完以后的这个视频。这几千年小我都没了，那个群体性节目就是群体性节目，它需要整齐划一的，有些节目就是分辨率没有变，质量没有变化，我们只是从中取了这一段出来。它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，这么多人没好，这个剪辑就结束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所以大家如果手里面有一些视频资源的话，尤其是有一些片头啊或有片尾的这个视频，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重要的部分给截取的话，我特别推荐大家用这个软件啊。你看一下我这个原始视频是87兆，然后我截取完这个之后呢是 11.5 兆，是直接从这个里面截取出来的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使用，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不要忘记点击下方的订阅和点赞按钮哦。好，拜拜，咱们下期再见。